但係我知道你哋入場睇 talk show 係想睇人除褲嘅啫嘛。你哋入場睇演唱會係想睇明星除衫啊嘛。OK， 我今晚就一次過做曬佢，撐我啊嘛。咁我數193，你哋數21，咁我就除俾大家睇啦，好嘛？193。四场明星生活 Era Live Show 2022星期五晚在九展演出头场，有不少明星都送上花牌，而孙轩和姜汉文等也都有前来捧场，大批的粉丝一早到场为偶像应援，又为四子摆放多个的打卡景点。四子又大谈各自的 haters 和粉丝，肥仔梁业少子自己最大的 haters 就是他妈咪，因为妈咪早前看季前赛的时候但他演技不够吕俊安 Eden 演得那么好，而其余三个人就指肥仔妈咪其实是 Eden 的 fans， 于是肥仔就讲 Eden 收皮啦，令到全场哗然。他即刻解释 haters 等于粉丝，要他收皮即是等于我爱他、哦。之后四个人分别向 Mirror 十二指大叫收皮，更加高歌一曲。Era E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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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ra， 踩住 Mirror 上。193就在 solo 环节自爆早前确诊新冠肺炎，喉咙至今都不是很舒服啊，开 show 前更加要打类固醇针，